大家好啊，今天在这片深山遇到了一颗非常大的牛大力，这一条就是它的苗场。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叶子，叶子外面的，大家看一下它的苗头，这里长出一条根，下面应该有熟的，这边有一条更大的。已经挖了半小时了，这里就挖出了这么多。这里有两条，这一条刚刚开始有熟，相信这条熟要是挖出来的话，一定非常的大。果实长在里面，一直往这个树头底下长，看来很难挖。哎呀，这条野生的牛大力非常的大，果实出现了一点小意外，两边都是树干夹住了这条牛大力。要是能把它挖起来，这收获肯定很厉害，应该不止这一条，应该都有三斤。你看，看来挖不了了，这棵树要那么大，没办法。在深山挖野货，像这么大颗的牛大力，真是二十年都难得一遇的好家伙来的。苗头都这么大，可是这些全部长到树底下去了。准备就不挖，但是搞这一截出来，就等于害了这颗牛大力。反正那谁挖不 了，就把泥土填进去，让它继续生长。今天只能寻找下一颗，这颗就没办法了，两边都是树头。